一直在吃啊。这只是什么？不晓得。对，它在喂东西哦。啊，刚才有一只鸽子吧？有一只不是那个母鸟还是谁？就是有，它刚才抓一只回来了，应该吧？哎，你看这有啊，有看到脚了，摆那个钉钉呢？这里是鸡爪。对啊，鸡爪来了。五谷鸡爪，五谷凤爪。嗯。新的示范。然后写新的示范。哦，那是拔羽毛，那是拔他的猎物的毛，就这样，把毛先拔掉再吃，好厉害哦！可是母鸟在春天的时候，好饿哦，所以他妈妈让他自己吃，你知道吗？他妈妈把东西丢着，他等于就走掉了。这好像是鸽子，对，然后掉下去，啊，掉下来，对。然后掉下去，掉下来，啊，你说怎么掉？在同一个地方。